医师好难为，抢救病患却反遭洗脸。包皮前面会有一小段皮，对对对，那一段皮发炎了，肿得像金鱼的那个眼睛，有没有？好好肿起来，完全尿不出来，整个膀胱胀在那边。紧急的情况，麻醉针打在那个包皮口上面，好痛，剪刀一剪，啪，那洗了个脸，然后喷到医生的脸，洗了我的脸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